Diagram show part of a regular polygon.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side of the regular polygon. 我们要找 number of side 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用 360度除以 exterior angle. So 在这边，它这一个是200度的话呢，我里面呢会是160度。怎样拿到160度呢？360度减200度等于160度。然后我有160度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找我的外角。OK。 我的外角呢就会是等于20度，OK， 这一个是20度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exterior angle 会是等于180度减160度，然后我拿到的是20度，所以我的那个 n 呢会是等于360度除以20度，所以我的 n 会是等于18。然后其实这一题呢，有厉害的学生他其实可以直接加一条线。 然后200度这一边是百八，然后剩下的这一边就是20度了，所以它就直接360除以20，然后就可以拿到18个边了。